多醒的，然后就可能一点多睡的，就是睡了5个多小时吧。早上我们几个人就喝了杯咖啡，我刚那个没事，我喝的有点恶心。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很困的时候，我喝咖啡起不到作用，但是我喝那种甜的东西会让我舒肝海。只想吃甜的。对，就是。说了这么多前提就想吃甜的。我们今天回首尔前的最后一站是去吃我在济州岛非常喜欢的一家有胖胖的红豆的红豆冰。他家的红豆很肥，肥红豆。我想了很久了，因为上一次来吃那个肥红豆冰的时候还是3年前还是4年前，又困又饿又热，最后的衣服都穿在我身上。离我们去机场的时间大概还剩下3个小时，所以我们准备再去卷两套。然后我们这次超级幸运，我们来济州岛的那两天是，对，然后我们走的今天开始又要刮大风，又要下暴雨。看到了，它总算开门了。就是我们来济州岛前两天就想过来吃这家，但是它一直关门。今天是唯一开门的日子。哎，我下次酸奶也可以学这么摆盘。来为我们的姑娘们第二顿，这家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非常爱的一个肥肥的红豆饼店，就是现在吃了一个巨饱的肚子，里面要往下面再灌一碗红豆饼。哦，내작은걸로주세요。它其实是一家比较小区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就还蛮家庭式的。他们家的红豆饼真的很好吃。这个店主应该也是一个很爱杯子的人吧，然后他应该也是一个很爱盘子的人。好浪漫，有一种接地气的复古的美。你们两个好磕啊，是不是看着肥肥胖胖的很可爱？突然我也感觉我又吃得下了。上了舒服的帽子、衣服，我们现在要去机场。我们从红豆冰店出来的时候，就整个那种开始刮大风。我觉得我们的幸运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今天真的吃好多，今天晚上决定就吃2个鸡蛋。我们此次济州出差就到达尾声啦。我们现在到机场了。外面在下巨大的雨，我们竟然坐了个大巴车。八姐，嗨 ，Hello。진짜요엄마도제인이보고싶어서선물이있어요너보고싶었어요응얼마큼이거제인이가만든쿠키야진짜엄마한테보여주세요이게제인이가만드는쿠키예요응허
진짜후기어디있어요오이거제인이가만드는거예요와맛있겠다언제만들었어요낮에만들었어요오늘도학교갔어응지금난너무귀엽잖아또니니真可爱呀좋아요선물좋아요 是一个周末，然后我跟我爸说今天来看个电影吧，好久没有看了，所以我们打算走路去电影院，穿的可适合散步了。散步卡，散步，哪一大克米都散的。然后我们准备把电影，我们在电影院把晚饭给解决了。我们刚刚打开了健康那个 APP， 想看一下我们一会儿走到电影院要几步，然后一打开 APP 发现我们今天一共才走了173步。我的肚子，咖啡这里啥不都排咖哟。什么想吃的？哈，我还想说今天健康一点，搞个那个什么蟹肉棒吃。发现这里的便利店没有蟹肉棒卖，那我还是去点好吃的。是眼睛里面经常会进东西啊，豆泥也是。嗯。然后你们是不是经常要长大力点？是不是？嗯。这里都是我们的小零食。들고가봐와
Let's go. 핑크색 차가 어디 있지? 또. 알았어. 우산 비 안 맞을 건데 우리 집. 저 모자 어디 있어? 핑크색 모자 가자. 야. 브이 해줘 브이 파티. 나 안 보여 브이 못해. 半个月来最后一次雨天，下完这一场雨，后面就要大升温，然后天气就要变得很热，28、29度了。宝贝，我们去哪里？派特。超市。他这个帽子是我之前跟我爸去东京的时候给他买的，但感觉好像其实当时买的时候还能再买大一号。那个时候给他买帽子回来的时候，他还没那么爱戴帽子。但是最近就是出门，像今天就是他看见我们俩戴帽子，他会很主动的问我们说：“妈妈，我的帽子呢？可以把我的帽子拿给我吗？”亲啊，别去，走。我觉得韩国的水果真的很可怕，一个苹果要卖50块钱，疯了。예보다아리큰거없어요예이게왕특이에요이게왕특이라고요예예먹고싶어요과일아잠깐만수박먹고싶대요여보무슨어수박看看挺好，它是一个伯爵茶味的关东了。点了一个豆奶啊。等我们过来买炸鸡喽！来啦 ，chicken！ 哇！耶！소금두개달라고했어？是。好久没有吃过炸鸡了。Good night, baby. Good night, baby.
뽀뽀. 엄마 뽀뽀. 拜拜，再见。再见。Jane, how are you today? Are you happy?今天是一个装牙冠的日子，也就是说我的根管治疗终于见到尾声了。我刚才在化妆的时候跟大家在开直播，然后唠嗑唠着唠着差点忘了普拉提就赶不及了，现在赶紧换了个运动服来上普拉提克。迅速的换了个衣服出门了，我今天里面穿的是这件我超爱的 Soft Self 侧面系带的丝滑感的衬衫，下面就是配了我今夏爱穿那条神裤。它的这副居然跟瓦吉拉的联名。我们本来的目的地是在这里，太夸张了，朋友们！今天姐姐约了我来家在汉南洞的。Brunch 快闪，我今天还在跟直播间朋友们在聊，我说怎么现在连吃的东西都搞起快闪来了。好家伙，姐姐比我先到五分钟吧，她到这边她说完全排不进去，巨多的人。本来 Brunch 搞快闪这个事情已经让我有点无法理解了。 Hello 哦、oh, 娘们你讲了骚跳啊。终于在我的孕中期要结束之前把我的根管治疗给做完了。一胎的时候还很注意，在备孕之前把牙给搞了，二胎的时候就完全忽略了这个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备孕计划的话，一定要把牙给看了，把头发给染深了，等等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都要提前做好。今天的话是我一个产检日，做一个比较精密的，应该是属于小排畸，然后
做完了今天的这个检查，我就要正式的步入孕晚期喽。多尼因为今天在上幼儿园，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一块去见妹妹，所以一会儿跟我爸在医院集合，一块去看看妈咪长什么样，还挺期待的。当时拿到多尼四维照片的那个 vlog 感觉还在我眼前，一转眼二胎也要进入孕晚期喽。那我今天就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跟妈咪见面。好了，我的妆化完了。我今天用的口红是水花川型的日落之前，颜色就是那种日落前橘橘的，然后带有一点点粉调的那种霞光的颜色，超浪漫。然后现在我去选个衣服，看看一会儿跟玛尼见面，知道他跟多尼的一个相像度数有多少。扎低丸子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拉一两根头发下来，这样会显得更加的自然。扎到，现在去接上我爸，因为我爸的公司离我产科很近，今天的产检是他下班的点儿，所以呢就把他接上了，一块儿去看妈咪。嗨，下班了呀。没，不下班了。你要说下班了，还要做工作啊？真的吗？是。哇，我产检完了以后我就去忙其他的工作，忙到现在12点多了，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我们Money 女士太好笑了，我们有做了50多分钟吧，一直想要试图的让她把她的脸展现给我们看一下，让我们拍一张比较清楚的照片，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他的脸很清晰的展示给我们，最后就开了一点很糊的这种大逆的无力扑弄模式。都拍到的都是一些这些东西，真假他那个前提都哪有能猜进去。哎，그냥손가락깼으면발가락깼으면겨우샜네，弄다리빵많이